我哋就俾观众决定啊，要唔要送去到屋企咧？应该唔爱啦。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先，就系可唔可以演戏冇？Hello， 大家好，我是荣。是。今天就是1月24号，现在是9:40啦。像今天呢，我们就是有被邀请去首映会，然后就想说我们也拍个 vlog 这样，因为真的是很久没有过佛啊，出去走走逛逛这样。今日咧，我哋就丢低阿轩同埋妹妹出去浪下。最开心系你啊！哎呀，冇啦，我挂住妹妹嘅话，阿轩就铁狗啊你！开玩笑的，然后想说这样拍 vlog 啊，真咁啲嘢，所以我哋决定做个跟风系列。大家都知噶啦，做一个跟风系列啊，个 view 啊系会呢风好似好耐噶咯，跟下咯，可能。所以今天我们除了拍 vlog， 也会让各位兄弟在 IG 还有 Facebook 帮我们投票决定要做些什么这样。例如啱啱冇耐咧，我就有 post 咗一只 story 嘅，就讲我哋要住民宿啊，定系住 hotel。咁而家我哋就嚟睇下到底我哋要租边一个。我自己的话是比较想租 hotel， 因为我们平常出去啊都是住民宿比较多嘛。因为多人嘛。啊，系咯，今晚我哋两个嘛，所以我哋咪租 hotel 咯。租 hotel 就有比较有格调啲，知嘛？然后。咩？现在已经是 post 了14分钟啦，咁我哋嘅决定咧就睇电话嘅嗰一刹那咯，所以民宿系64%嘅，我哋就计埋 Facebook 嗰度 ，Facebook 这里民宿是167位，然后 hotel 是105位，所以咧我哋就租民宿啦今次 ，OK， 咁而家我哋就出发啦，就顺便载埋我朋友去 KL， 第一次搞埋啲咁young嘅嘢，真系，有young咪？你成日讲你好young啊，系啊，系啊。现在我决定啊，就是玩多一个投票，边个负责揸车 ？OK， 我们就看啦，等一下是谁驾车。我直接同我讲，一定系你揸车。你知道我揸噶啦。屁嘢，你听我咪？屁，你听我咪？你讲真真。走 ，OK， 现在我们就看是谁驾车。61%系我揸车，39%怡怡。最令我想不到的是 ，Facebook 还有 IG 加起来都是我驾车。又系我揸车啊！好像这样投票哦，做一个决定啊，好似我等一等咁，好似又唔系自己期待嘅答案嗰啲字。我哋期待答案嚟噶，两次都唔明啊！我想 hotel， 然之后我想你揸车啊。而家我哋就去载我哋嘅朋友，然后再投票去边度食早餐。啊，这样这一趟咧，我们就是会尽量饮饮食食啊，因为好难得出门嘅。刚刚我们就载了我们的朋友，也发了一个 story， 就是讲要去哪里吃东西，系金宝啊，定系美乐？我哋5分钟之后再嚟睇翻。呢个冇所谓啊，因为呢个时间去都唔知道有咩食啫。现在投票是金宝嘅比较多，金宝62%先 ，Facebook 都是金宝比较多咧。哦，我居然系金宝比较多啊，金宝有嘢食喎。这金宝啊，我有一个啊，就是蛮期待啊。它的冰沙啊，系好高嘅，唔知仲有得饮冇咧？我都好耐冇饮过，有几耐冇饮过呀？好啊，几年啦？几年冇饮过，希望有啦。差唔多到金宝啦，大家耐心等候。有人载真系好，平时都我揸车。点？点样行啊，后尾？诶，直接行，直接行。呢个歌转。几经辛苦，终于到啦！唔识大路嘅姨姨搞错冇，喂扭嘅，喂咩路啊？乱咁指路啊！呢度嗰度嗰度呢度啊 ！OK， 我们就是到了金宝的巴刹啊，但系而家就唔知道仲有嘢食冇啊，有啲晏咗，已经接近12点啦。嗱，我哋冇下咁样已经。呢位朋友大家之前有见过噶，熊猫乸。哎呀，这个42号的螺蛳粉很好吃一下，但是好像是收档咗。咩啊？三米？啊，呢度系咪有冰沙啊？冰沙喺隔篱，今日冇开档。今日冇开档啊！哦，你每次露点我啊，边一档边一档。我妈仲对几讲啊？关咩事啊？不过今日冇开啦。哇，真系 fail 我好多次啊！咦？我2年冇嚟啊，2年几啊？谁收眼光呀？这一摊呢的云吞面呢也是不错一下的。我们是金宝人啊，我今天过来，也是来吃东西啊。真的有鱼啊！我开心，我开心，我过来来尝。最大只啊！最大只啊！
炒的 OK。这里巴沙啊，晚上还有一摊啊，卖那些鸡肠粉啊，还有那些糟溜啊。哇，它的叉烧非常的好吃啊，在这里。大家如果有来金宝的话，可以来试试啊。现在早上这里啊，很多东西都是关了，因为有点迟了啊。哦，正的晚餐面，加晚餐店。好香啊，佢蒸到，佢捞到暗黑都好啊，佢唔好糊啊。这个炒粿条的特色啊，它就是坐着在那边炒，然后慢慢慢慢的去弄它，也是蛮出名的这一摊。但是我忘记了我有没有吃过，因为真的是很久了。可以啊，我知道就普普通通啊。软炖面比较好吃。OK， 饮饱食醉了，而家我哋又开始上去 KL 啦。这样等一下再看有什么投票的话，我再让大家投一下。现在先专心驾车去到 KL 先啦。食一斤牛肉干啊！廿皮，我以为嗰度唔使 good 搬噶嘛，嗰度好似一个停车场咁样。原来我嘅 OK， 人生路不熟，冇办法啦。有冇位打？得唔得？我真系唔得啊！换你啊，冇办法。我哋跟住先做啊嘛。为咗我哋嘅安全考量，系要换你。我唔得啦，我而家已经换去阿二姐。得你叫我啊？好似你咁。唔得，我哋做一个后备熊猫乸。睡一睡，我睡了整个小时哦。现在还下雨呢。认真哦。嘿。说好的你家车呢？嗯，说好的呢？得可以啊，但系冇讲唔可以换嘢咧。本来红帽男呢就是跟我们到民宿不了，然后他就自己搭车去他家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所以呢，我哋就俾观众决定啊，要唔要送佢到屋企咧？你讲爱啦。你咁好人，唔系我系观众，观众决定，观众好好人嘅，咁啊系啦。OK， 咁而家我哋就发呢个 story 啦吓，呢、这个我哋就快少少啦吓，大概一个三分钟我哋就睇啦吓。我去揿先，自己投票。哇，刚才啊是50-50啦，你懂吗？仲差分钟到时间啦，现在是51-49，哎，唔想要，送你翻屋企啊。刚才他很担心啊，做咩你哋拣嗰只嘅？很希望全部是一面倒，不用送我回家。咁先有片嘅效果。现在又换回50-50了，来睇个 Facebook 啊，结果就响 Facebook 嗰度啦。OK， 系送你翻屋企嘅。Facebook 系54%，另外一个系46%。好开心啊！我突然间可以再翻屋企啊！多谢大家。哎，我们就安全把他送到家了。好安全啊，送的观众都好有开心。拜拜拜拜拜拜 ，thank you， 拜拜，多谢大家的投票啊。首先一进到来啊，就是有看到这个开放式的厨房，呢度有个洗碗盆啦，呢度可以煮一啲食啦，同埋一个雪柜啊，雪柜睇下先。应该上算可以啦，哈，干净嘅。在后面这里就是厕所啊，再来这里就是有一个房间啊，就是可以两个人睡。我哋租呢度几多钱啊？240多一晚啊，觉得还可以啦。再来这里有一个吃饭桌、沙发、display 嗰啲咁啊，成个都几精致嘅一个厅。呢度咧都可以瞓两个人嘅，但系咧就冇冷气，不过有冷风机啦，咪可以咁样拉啊。好私人啊！呢个出嚟聊一万半万，有咩私人私人咧？不过不一定哦，要看自己的需求。这里可能可以让给小孩睡啊，还可以啊，我觉得。然后呢度就一个阳台啦，可能有食烟嘅朋友就可以喺嗰度食烟。咁多间房我系最中意呢间，因为呢度系最光鲜，我开灯嘅话佢都可以接受嘅。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厕所，哦，这里真的是很高，32楼，朋友呢度可以上嘅。我好高，我顶到去。呢度有喎，顶到去已经倒开啊，冇位嘅，冇楼嘅。呢度都冇冷气喎，我都有架冷气嘅。但系呢度就我觉得唔系好中意，因为唔够光鲜咁啊，咪比较有嗰啲格调咁啊。我个人啊比较中意光鲜光。
东西，所以我刚放在嘴干了。OK， 这个 homestay 大概是这样啦。但这一次我们主要是出席公司来要姜味关系的首映会。这首映会是八点才开始啊，现在是4点多。我们都是第一次去首映会嘛，还蛮期待的。但这一部电影呢是一部喜剧来的，就是说华人还有跟马来人相恋相爱啊，就是遇到的一些矛盾啊。看了他的预告过后，我还蛮期待他的电影啊，就是蛮搞笑这样的应该。OK， 这样等一下呢，我们就看 story 上有什么可以让大家投票啊，我们玩玩这样的。很久没有出来浪了，但系个心情有啲好愉快。浪嘅浪嘅浪嘅浪。等下我哋去食啲好嘢。刚刚我们就是有看到枕头上面有头发啊，还有一些小虫、飞虫、飞虫，就到啦，冇变啦，系咁啦。所以大家有什么 homestay 啊，你们住到就是很满意啊，或者是酒店啊，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啦。变得下次嚟我哋都唔使满头乌烟咁样玩，因为这个 homestay 其实我们找到就是蛮临时的啊，笃到啊，睇到暗上下 OK 咁啊行咯。哎，又到时间要入饭哦，真的是有点饿了。然后刚才 Helen 姐姐就是有推荐了两家餐厅给我们啦，一个是莆田，一个是港城。然后刚才呢我就是有 po 在 story 啊，就问大家哎要去哪一家，然后大部分人是讲莆田59%，所以我们就去莆田吃嘢啦。因为这两家我们也是没有吃过，也就去试下睇啦。咁样今日我系要出片嘅，呢、这个就唔问大家啦，系一定要出去。OK， 现在我们就是去这 Meet Valley 的路上啊，但是KL 就是棒的，每次都是塞车呢，好塞啊！现在我们就是靠着 Helen 姐姐带路，我们走。嗨嗨 ，Helen 姐姐。你开紧 cam 噶？开紧 cam， 冇紧张。好靓仔啊！呢个系松鼠鱼，但系好可惜，我就唔食呢个松鼠鱼，好靓啊！下呢个我食马拉风光啊！呢个我想试，好靓啊！呢个哦，你可以食嘛，我唔食啫嘛。哇，真系好啊！你毕业俾我，哇，好感动啊！有食有食。哇，多谢哇，多谢多谢。试下呢个白菜。好清甜，哎呀，太好食了，好炖嘅出嚟。你啱唔啱食冇啊？有声，有声冇？冇声，冇声。哦，咁啊去食啊，你食多啲。你得个蒜香脆皮鸡。我们就是不会路啊，有兄弟带路，谢谢，多谢晒。哇哦，我们刚刚好赶到。Hello， 你好。Hello， 好，我是伟宏。好，谢谢谢谢谢谢你 ，OK，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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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们就是看这一部电影啊，《恭喜来呀姜味关系》。Hello， 收了很多嘞，可以摸下吗？哈哈哈哈哈！阿娟喺度，佢仲见唔见到你啫？你咪紧嘢，我要拍一个 story 先。哎，你咪伟鸿啊！真系你噶。平時嗰個麥當勞好中意噶，冇啊！我仲喺食 KFC 啊，一直講全部人都好食，冇啊！我又講唔好食啊！我们就投票看看啊，要不要买饮料喝？因为我们就是刚刚吃饱嘛，就不要买爆米花了。看下大家俾唔俾我饮个可乐啊？看来大家都是不错的，他们可以给我买饮料。你看，82%要呢，对对，都还要两箱的，好会喊啊！因为他是一部喜剧，然后这个时候的我们很需要喜剧。Kenny， 导演自导自演自演的电影，也是结合，就我觉得这是一部属于马来西亚人的电影，各大族群都可以去支持这样子。好的，谢谢。Welcome the two of us in the movie, of course. Hi, Katrina. Hi, Wilson. Hello， 大家好，你们好，我是 Wilson 李伟森。Hi， 大家可以。哇哦！哎，我们知道 Katrina 在戏里面哈， you will be speaking in the Mandarin, right? So do you want to show off like a bit? 演员。你好吗？好。什么什么？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开心，Raya。Yeah, give it up to Katrina. I didn't bring Chu Kinwa with me. This is not Chu Kinwa. Slight mistake. I brought my wife. I'm sorry. Hello. Nice to meet you. Hi. 最好嘅咧就係個個人都可以學煮嘢。哇！為
新年流流應該的，尤其是是魚。 OK， 現在我們就進場了啦，不可以拍，等一下再跟大家講啦。 OK， 我們就看完電影了啦。它就是一部蠻搞笑的，但是也有一些很感動的位置啊，然後也講到一些我們馬來人還有華人相戀啊一些的矛盾這樣啊，這個大家可以去電影院看看啊，到時是在2月3號初三的時候上映了，支持一下本地的電影。你看你都沒感對嗎？幾感動的，我對你好啊，爭少少，幾多少少是幾多咁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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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点啊？两位哥哥睇开个有咩感想咁样样啊？其实我睇到嘅时候话喊，诶呢个我真系有喊，讲真啲啊，睇就佢有时候感动啊！你系讲男主角啊，都嗰度都有，同埋佢哦系，得冇咁多，得冇咁多，唔可以边一包你啊！觉得系值得大家真系去睇嘅，因为好多呢啲喺电影里边讲嘅好多题材咧，其实我哋私底下咧，我觉得都会讲到嘅，一啲敏感嘅地方，系啊，电影里边真系有带出嚟咯。呢部电影同你讲咗一件事就系，你如果真系唔爱嘅话咧，坚持到底，嗯，同埋好轻松愉快咯，系又搞笑啦，又感动啦。我觉得李莎咧好多时候系输喺剧本上边嘅，次都係輸少少嘅，但呢次我覺得，而且做 romantic comedy， 我覺得呢個真係做得非常之好。真的浪漫愛情故事。是啊，是浪漫愛情故事啊。所以大家過年的時候可以買票進電影院看一看啊，恭喜大家，相偎關係。一定要 support 一下。我覺得是本地電影。哎呀，哎呀，我第一次見到你，我真係見到佢啦。佢拍超方唔知點樣做，你佢話訪問導演，我同佢一齊訪問導演。Ladies and gentlemen， 導演。首先我想問一個問題先，可以演戲冇？我想問下導演，依一部戲由自編啦、自導啦，你又自己演自己一個角色啦，咁你嗰時候係點樣去分擔咁多樣嘢咧？冇，我自編嘅時候冇諗過自己落去演嘅，因為我嘅製片咧望一望嗰邊，我個製片望住我，佢話你作為一個演員，你要多啲出現，咁人哋先知道你又係導演又係演員，咁我就膽粗粗落去演啦，咁之後落去演就撲。因為你見到現場，你又見到我演自己 cut 走咗出去，因為個 mon 好遠噶嘛，我走去出去睇，好嚟得個，就走出去，而且我又要即係一直切換廣東話同埋馬來文，所以係好痛苦嘅。因為喺入邊你都係做一個比較搞笑嘅角色咁啊，係，我自己係好中意呢個角色嘅，係真係十分之喜歡，所以下次揾我啦，唔係㗎，收皮啲啊，呢個片留低，收皮啲啊，佢第一次睇首映。佢講佢第一次，所以我話好緊張啊！好緊張，握手先，握手，先握手啦！就話哎呀，好緊張。重點係我見到喺我嘅手機入邊走出嚟嘅人啊！哇！我先打俾你，先打俾你。拜過年啦，拜過年啦！現在我們就要去拿車了，只是我得要人生路不熟，終於找到路，都係要問人先得啊！差啲出唔到呢個魔。OK， 我们就刚刚回到了，现在先冲个凉，然后休息。我好似觉得自己要出席一啲咁嘅大场面啊，有啲怯咁啊。本来就系一个内向 boy， 就有待改善啦、啊。我们的状况，看到大人物的时候不要这样尴尬。OK， 刚刚我们已经是收拾完了啦，已经是要 check out 了，将这个 vlog 也来到这里啊。但是这一次啊，就觉得让大家可以投票的东西就是有一点少，因为我们很长的时间啊都是在驾车啊，或者就是在找路的途中，一定会行错路。所以主要这一次就是大家跟我一起出席这个首映会这样，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出席，才知道原来首映就是这样了。然后也是看我们走走吃吃喝喝这样啦。那么这部电影是在2月3号上映啊，就是年初三上映啊，大家可以。可以去买票支持支持啦，支持本地电影。咁啊，希望下边抖音揾我啊。你咁嘅面，唔系高杀你。系咯。OK， 那这样这一次的影片就到这里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还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也去我们的 FB 和 IG 看看啦。我们下个影片见，拜。Now we do Jack。Do you want China？ 呢个女仔嘅人品点啊？Syarifah. Zaman dah berubah. Apa salahnya kahwin dengan orang bangsa lain kan? Cakap pasal. Papa sendiri yang kata tak kisah warna kulit. Papa cakap pasal orang lain, bukan pasal anak perempuan sendiri. Yang Malay macam pun, banyak 福利噶. Sisi-sisi, 冇乜所谓啊. 是几多啫? Kamu.